公元2017年1月26日晚上21:15，携手麦森白卷森，所有麦森人员将一首《银铃曙光》送给你们。再进去，不是，来两杯。再抽点，再抽点。我拼了命的努力，只想挣脱自卑。现在这个社会没钱，谁能看得起你？生活中的压力，被我当了动力。混了好几年了，仍然没有半点实习。感情上的失意，被我狠狠激励。傻瓜孩子，感情它是个什么东西？我不想去失去，我会继续努力。可是呢，我还是他妈的一辈子努力。再一次的激情，再一次的努力，再一次的换来又一次的努力。当我往前追的时候，把它伤得更紧。那你们只是一个简单的想法，一些不该做的事儿和很多不能说的话。